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报完秘籍，上面的 money，Hello，宝子们，宝宝来啦！之前咱们介绍了 Zverse 的概况，今天就跟宝子们一起来测试一下这款 free to play 的游戏。左上角就是我们的角色形象，中间上方显示的这三个用鼻孔瞪着宝子们的，就是队伍小怪兽 Z 啦，好像也没有鼻孔。右上角可以选择做一些表情，蠢萌蠢萌的。空中岛屿上的风景还是不错的，玩家可以在土地上闲逛或社交，有可以淌水的小河，不知道有什么用的矿洞和轨道。这边来了辆矿车，哎嘿，坐上去了，开到山洞里转转。要不捣乱一下好了，感觉以后游戏活动时可以在这些隐蔽的地方藏点彩蛋什么的。好了，我们回到传送门这，消耗紫色的耐力即可进入 PVE 战斗模式。游戏是回合制的，双方的 Z 轮流发动攻击或者技能，特效还挺好的，游戏音效超有特点的，爸爸超爱。这上来 3V1 肯定毫无压力，一说完对面就闪避了，他就剩69点血了，又闪避一次。靠！如果这轮还打不死他，他又会多对我们的 Z 造成一次伤害。啊哈！我们的蓝精灵也闪避啦，真是峰回路转啊！我不是针对你，我是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看到这里有个自动战斗的按钮，爸爸试了一下，基本就是 Z 技能 CD 好的时候就放技能，有时候明明还是满血，但是也会发动治疗技能。默认攻击对象也是随机的，就不像手动那样可以通过集火来最大化输出效果。每局的胜利都会收获代币奖励，并会提高自己的经验，经验满了就可以花费代币升级提升战力啦。目前游戏测试版本更新到了 Alpha 0.3 版，提供了更多的 Z 和更加丰富的技能组合，让玩家可以免费体验。玩家也可以创建新的小队来测试阵容搭配，并且游戏还加入了 PVP 玩法，可以挑战路人并下注代币，胜者将能够拿走奖励。拥有面具 NFT 的玩家还可以完成每日任务来获得代币奖励哦。总体来说 ，Zverse 测试下来还是挺休闲和放松的，不过现在测试版还是有些 bug 的，希望项目方可以陆续完善，越做越好呀。接下来就是大家期待的抽奖环节啦，我们开个奖吧。恭喜这5位获奖玩家，记得回复爸爸你的钱包地址和 Discord ID 哦。以后爸爸也会为宝子们争取更多的福利，宝子们一定要记得订阅点赞哦。爸爸秘籍 Show me the money， 下期见，拜拜。